到最后他自己来拔。减幼，对于地方教育，对于地方社会，地方的那个捐助，还有他的孩子跟着来，都是如此。那为什么？跟我师叔有投资盖房地房地产那些，在哪？有赚点钱啦，好，有赚点钱，然后跟他要钱，他都很乐意啦，都乐意，都捐啦，他。只有花在对有公益社对公益的部分，他都肯了，他都肯了。跟你买你就不捐的啦哈。不能种滥用，外地的呢，广东人，外方下台爱做种啊，不能种滥用。时候的所长是外省人，他名字都还记得。就那路边块，我叫嘛莫那半天。